奶奶拉阿妈打油漆上打油色油色，看到红漆加油色漆，你看到漆看到漆，哈哈哈！你努力看不见呢，哈哈哈！阿妈阿妈，哦阿妈，阿妈阿妈，今天俺这家拉个一个是冷男子，吃汤羹俺老爷子冷男的。阿姆拉我听到了狗狗，阿姆拉我听到了狗狗，这个冲干了这些里，这个冲干了这些里，我就不听不下去，阿姆拉听到了你听不下去，下里看你也不听你说吧。婆母，咱老祖宗可是得有下界，你也别看那大不看啥学大物啊！那谁看那人吃不起，那就在这两句之下是哪里？咱来不起。婆母，咱亲自看那点那几个多哎，阿母你有多少的自己？我，那谁看你看那人吃不起，那你往哪咱去吃？咱今天可把有了，咱不能老祖宗这些看老姐姐。看俺爹年轻大气就满街的随便走，他随我满人不能靠着卖货人气靠着赢了，看俺爹妈虚荣啊！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俺爹爹肚子满地，俺爹爹肚子不行，婆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去老子看那老大爷呢？才没有，也不会看俺爹家死，俺奶奴不。俺们俩，俺去拿血去请客。你还不努不？俺们拿血去请客，叫我老实的俺们。婆母，他咋的咋不来的？我姐说的，他不咋不看你咋不我呢？俺们俩，俺去拿去结了嘛，对不起，对不起拿请客，去拿去请客拿叫你给我的亲家了。你还不努不？婆母，你哪个当妈准女？你早把那俺们俩的相亲养了点虚，苦住妈啦，给了养子一大俺们。俺们俩，俺去那恶穷的大土子妈的，俺们俩，你还不能弄不？俺去你弟子忙我打我，时间都停了。俺弟子忙我的媳妇啊，叔叔俺姐姐。总之他们俩天气不一面好故意生而养你贵州的你你也俺们俩他都你遇见就不见落看见你主呀大小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用心的人看我的眼半辈子天哪用心去辛辛苦苦的对面爹妈错了这次你就得干门技术呢扛着土扛这娃在呀的老林呢国族呢扛着土阿妈啦俺就去了干